近代欧亚大陆从西到东就工业化程度是一种地缘梯度分布，越向东越落后，西北欧最先进。仅以工业化相关的城市化指数来看，1841年英国城市化率已达 80%， 而半个世纪后的1917年俄国城市化率只有 18%，中国达到 18% 的城市化率则是更在61年后的1978年。所以欧亚大陆从西到东的现代文明排序相差至少200年，中国与俄罗斯相差半个多世纪，这个局面构成了东亚人在20世纪初渴慕邻国苏联的一个基础。至今中国人也普遍承认苏联比中国人素质高，其实就是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程度比中国高。我们在近现代评价文明的高低或落差时，其实指的就是工业化与现代化水平，而非其他的什么文明。1980年的综合现代化指数假如以100为满分，俄罗斯是 85.4 分，同期的中国则是 21.1 分，俄罗斯比中国高4倍。但经过近几十年中国的快速追赶，俄罗斯却在解体前后开始衰落，两者的差距大大拉近。2012年俄罗斯下降为61，而中国却上升到44，差距缩小到不足1倍。生活质量的统计方面，俄罗斯的指数为75，中国50。现在中国人已经感觉不到与俄罗斯的太大差异，尤其是北上广深杭几个城市的生活水平与东欧已持平甚至超越。但中国西部比较落后，与先进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英国同期的生活指数水平为90，美国为102。所以中俄都需要继续努力，但这种文明差距不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而是一种地缘分配格局，并且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沉淀。文明现象一经定格，实际上是几百年上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综合积淀的结果，短期用任何方法都无法改变。近代以来左右双方提出的许多制度革命其实都是无效的，并且是荒诞虚妄的。苏联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前，俄国因其落后甚至在20世纪初期败落于小小的日本，更落后于欧洲的工业化国家，这些都是明显的事实。苏联的出现正是因为沙皇俄国的破产，人民不满才挑选了新的政权，而非结束了一个什么美好时代。所以苏联的出现肯定也是一种适配革命，到了另外一个时代同样要经受适配考验而变革。文明学认为1991年苏联的解体也是一种适配。从文明分析看，俄罗斯实现其他体制也不一定会比苏联体制更好一些，当然实现其他社会制度也未必比斯大林时期更坏。从文明规律推测应该都差不太多。俄罗斯人的民族性以及当时低下的现代化水平，还有他们国家所面临的残酷现实，决定了苏联人那个时代的整体表现。苏联在建国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战乱，形势严峻。列宁仅在1918年就被成功刺杀过2次，并最后死于重伤。苏联经历过严厉的契卡苏反运动，这期间出现了许多残忍的政治斗争。客观地说，当时夺取政权与捍卫政权的过程本来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越是文明落后的国家，这种斗争越残酷无底线。这些行为其实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无关，而与文明时代及文明层次直接相关。在民国时期，
蒋介石独裁政权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绞杀一点也不比斯大林更手软，这些行为的惨烈程度与范围都与当地的文明水平和时代性有关，与他们的工业化水平有关。今天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可以肯定政治宽容度会在全球越来越普遍提高，二十世纪那样的政治猎巫行为会越来越少见，荒诞的意识形态对立或政治宗教化活动渴望在21世纪高水平的现代化社会里画上句号。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尽管带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充满了生机，在经历了最初的内外交困之后，生产与经济得到了飞跃发展。在内外交困之际，苏联提出了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与新经济制度。1929年到1937年，苏联工业平均每年以 20% 的速度发展。1937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长了7倍，而同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只增长了不到 0.3%。1949年，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的总产值为1913年的35倍。1937年，全部工业总产值几乎为1929年的4倍。在苏维埃之前，俄罗斯是标准的农业国家，然而不到30年时间里，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跃居欧洲第一，全球第二。在严重的战争创伤后，1950年工农业总产值依然飞速增长。1913年到1953年国民总产值增长了 12.67 倍，而同期的美国只增长了 2.03 倍，英国只增长了 0.7 倍，法国 0.54 倍。这些都说明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工业化的优越性和有效性，明显遏制住了沙俄末期的推势。但这也是其恐怖之处，因为如此高效的政府在作恶方面也会非常高效。以欧洲曾经最落后国家的基础，俄罗斯左边曾经败于欧洲一战，右边败于日本，但苏联经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间还经历了抗击纳粹的艰苦岁月以及西方国家的尾追堵截。到1956年前后，按基辛格的说法，苏伊士危机确认了苏美两大霸权。也是从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可以说人类文明或工业革命的高峰已经离开欧洲，进入太平洋两岸，地缘政治也明显发生了变化。所以苏联社会制度在俄罗斯的出现不是俄国的悲哀，它是俄罗斯内在的一种需求。至于那些付出惨痛代价的牺牲者，我们不得不说，在全人类获得彻底真正解放之前，人类社会都是凶恶的丛林社会，苏联也不例外。这其实也是我们为何会将文明发展放在第一位的原因所在，因为只有文明的发展才能更快更多地解除人类的痛苦。某种意义上，苏联所经历的种种残忍，实际上也是工业化初期的正常表现，如18世纪的英法社会。中国20世纪下半叶与苏联上半叶恰是时代同构的关系。狄更斯与巴尔扎克的笔下人间百态，就是那个时代应有的表现，只是在不同国家与社会展现出不同的丑恶面貌而已。历史的错位造成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误解，从而导致很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评价不公。资本主义国家在同样的时代也不能解决社会的丑恶问题，所以才爆发了18、19世纪的一系列革命与动荡。18世纪的英法社会、20世纪的苏联社会，同样是一种同时不同代现象。
这是文明学揭示的重要人类文明发展现象。换句话说，无论在英法国家的工业革命初期，还是在苏联与中国的工业化初期，都是一座人间地狱，都会遭遇激烈反抗的马克思主义们，这就是历史的吊诡。社会主义制度可能有其缺陷，但也并非如自由主义者所谴责的那么坏。杨绍成认为，70年来苏联城市人口共增加了1.5亿人，城市人口比重增加了48%，大大超过了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同期速度，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苏联的城市人口比重在1990年已经达到66%，接近发达国家的70%。俄罗斯在1917年的城市化率仅为18%。在2008年的俄罗斯伟人评选中，被自由主义者诟病的斯大林依然榜上有名。与美国的奴隶主华盛顿一样，尽管有时代的局限性，但至少他们做出了当时可以做出的最大努力，最终各自的人民给了他们很高的评价。世界银行在关于世界工业化分析的总报告中指出，苏联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工业化国家中，除了日本、德国以及所有非市场经济国家，增长速度都没有苏联快，增长持续时间也没有苏联长。正如殖民大潮后的议会民主国家有一个大致集中分布带一样，苏联带领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分布带。这不仅仅是文明传播的结果，更是一种区域性文化与经济特性的选择结果，即制度适配性在发挥作用。任何国家地区的社会政治制度都是各种力量和因素最终均衡妥协的结果，甚至是一种符合多数人的潜在大民主觉悟的结果。苏联等为何会最终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在旧的20世纪政治课堂里，我们是不可能得到答案的。在整个20世纪，人们只简单地划分立场，缺乏科学理性的分析，在两个不同的阵营里都进行过严厉残忍的清洗与猎污行动。有关政治制度问题实际上是得不到严肃科学的讨论，只有攻击与批判。近现代以来，人类傲慢地认为自己已掌握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秘密规律，所以开始主动地设计政治制度，进而再赋予其道德价值。至今并没有人真正掌握全部人类文明发展的秘密，所以人类没有能力分辨何种制度是正确伟大，或者是邪恶不道德的。世界史是20世纪中叶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在对于人类文明并没有完全认知之前，就过早定下社会制度的优劣，并强行推广执行，非常荒诞。社会制度本来是一种治理国家、造福国民的工具，最终种种误解导致对峙与互相攻击征战偏离了最初的本意。在20世纪，就社会制度的讨论已经成为一种现代畸形的宗教。有关社会制度的普遍关注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它是启蒙思想等人类能动性被极大肯定之后的一个新意识、新宗教。比较肯定的是，自然而然过渡到议会民主制的多是工业发达国家，落后国家要么落入军事独裁，要么选择全新设计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客观规律。社会主义是落后国家为了更快改变国家命运的一种人为设计，初衷很光明，只是看代价如何。从苏联的例证看到，
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确实有效，但无法真正追赶上发达国家，实际上是背后看不见的大手文明制约着发展。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国家阵营，在20世纪都在不遗余力地对各自的社会政治制度加以道德化与宗教化，最终进入到反科学的疯狂阶段，完全背离了理性精神与建立社会制度的初衷，最终成为发达国家对贫弱国家赤裸裸的围猎与胁迫手段，它甚至是殖民国家对落后国家压迫的延伸。这一切是从20世纪第一大殖民国美国开始的，就没有什么意外了。第28届美国总统威尔逊是始作俑者。每个国家都是在自己特殊的文化传统背景下的一种自然延伸，根本不应该僵化的要求与判断彼此，有多少个国家就应该有多少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以苏美为代表的两种不同思想根源都来自于工业革命之后的认识，更多是18世纪前后启蒙运动的认识，都怀抱平等和自由的民主追求，只是最后的落实要看具体社会条件。在苏联诞生之际，一个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另外一个是衰亡大国，他们的选择当然是不一样的。表面上看，他们争论的是理论，但实际上他们捍卫的是不同阶级的利益。富有国家的统治者捍卫他们的私有财产，但把私产神圣鼓吹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荒诞。正如他们的对立面强制要求共产，也不是天经地义。美国为代表的国家主动攻击苏联，不仅说明了自己的立场，更夹杂着其他的诸多复杂因素，比如强国对弱国的威胁欺凌，比如生产力整体低下时代的传统僵化心理等。马克思主义等反资本主义社会思潮自从出现以后，一直是许多西方进步知识分子的选择，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如此。但这种认识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是理想化的完美，假如达不到就推翻再换一种制度即可。其实今天看这根本办不到，这是需要生产力提高之后的物质经济发达保证的一种愿景。左右两翼实际上是同一种人，社会主义不是不好，是背后的文明条件过于落后，最终导致误解了社会主义。其实就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道德起点都远高于自由主义或民主制，因为它强调平等与扶助贫弱，这就是为何它曾经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原因所在。这种全新的制度设计意识来自于启蒙运动，只不过现实条件不济，结果并不如人意。与之相反的所谓民主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更多强调富人资本家的经济权利，但这种社会制度更符合自然规律，它就是自然而然从古代发展而来，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制度一脉相承。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各有所重，各有所短，人类应该将它们结合起来最好。以共产主义为基础的平等没有什么可怕，共产主义思想本身来自于天主教的宗教思想与组织，所以西方没有必要僵化地进行排斥，尤其是那些经过岁月改造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进入21世纪更是与其他国家制度已没有什么根本差异，有差异的是其文明文化底色。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出现在发达国家社会，而是出现在不发达地区，这已经是个历史现象与历史规律。这既是长期地缘的结果，
也是地缘传播的效应。第一批次的发达国家里都不容纳社会主义，澳洲没有社会主义的余地，非洲到处都有社会主义战火，美洲以赤道为界，北美是社会主义的死敌，南美却是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但亚洲与东欧才是社会主义的老巢。从这些分布看，最适合社会主义的地区是全球中等发展国家。它提示了作为一种集权战时危机应对制度，尽管多是贫穷落后国家参与，但是没有一定的底蕴，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成功。这也是个有趣的规律。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社会主义需要高度的组织协调能力，最原始落后的国家实际上并不适配这种高度组织化，发挥不了这种制度潜在的优越性。所以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主要落脚于中等偏落后国家，最先进发达国家与最原始落后国家都不适合社会主义。西方民主制从一开始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配套制度，好像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但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民主本身。民主制是一种现代奢侈品，自由也是。最有热情的社会主义者主要集中在东亚与东欧，就是一种文明的自然选择。人类文明就是自然现象，它会自动地进行适宜选择。人们的努力奋斗看似一种主观，实际上整体就是一种被动自然服从。最终我们发现，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落脚于穷国之后，依旧不能实现稳定而真实的民主制，因为民主制需要高度的工业化水平或发达的经济物质基础，所以落后国家本来给予毕其功与一役，通过实现先进制度来改变工业化落后的愿望，不仅最后落空，还因为落后本身引发必然的罪恶，以及必须适配于落后社会而陷入专制集权，使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几乎成为罪恶的代名词。苏联以及东欧在十月革命之前本来就是欧洲近代最贫穷落后国家，是欧洲工业化水平最低国家，中国等后续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当时的落后国家。中国就是著名的东亚病夫，是任人宰割的弱国，社会主义最终落脚于工业化落后国家是个必然。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即便是美国大力协助下也无法完成民主制度改造，都是因为物质条件的不支持，比如韩国。按说韩国在战后应该第一时间成为民主标兵，事实上一直到80年代的金斗焕都是军事独裁国家。西亚穆斯林地区也迟迟不能进入民主，也是类似的逻辑。比如被美国解放的科威特至今也不是民主国家。伊朗人在1979年发生政变，推翻了国王巴列维，进入了民主制，但却被美国圈定为邪恶轴心。通过许多案例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不过是个美国的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否民主，是否邪恶，全看美国的喜欢。这实际上就是强权逻辑。苏联在工业化完成后解体，走向西方人所希望的民主制，但其结果与韩国基本一样，是个民主怪胎，开始了长达20年围绕普京的轮流坐庄游戏。客观地说，东亚这个地区总体看来难以顺畅地实行西方民主，即便有美国在后面强力支撑监控的地区，也不是立竿见影。这就是一种区域特性，有一种必然性。换句话说，在东亚的独裁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决定了他们的政治特色。除了经济与文明水平制约外，独特的东亚文化传统可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西方民主
就是一种西方沿海民族的文化传统。东方人搞民主，等于是全新嫁接一种他们并不熟悉的文化传统。但滑稽的是，在20世纪，这一西方文化传统正被一些落后民族和地区神圣化、道德化与宗教化，一如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究其根本，他们都属于300年前开始的一种愚昧的制度决定论。二战之后，围绕左右的理论斗争甚至还转化为经济管理中的集体计划经济和个体市场经济的对垒，显得越来越荒谬。围绕民主和专制的近现代混战，首先是中了启蒙运动的邪，但古希腊人肯定没有中邪，他们当时持制度适配论，什么制度合适就采用什么制度，自然而然。英国人也没有中邪，他们也是自然进入议会制的，他们甚至还一直保留着皇室，一直到1972年，香港在英国统治下甚至还在使用大清律。但落后国家革命性特别强烈，竟然把发展与进步的基础看作是打倒皇帝。通过宏观人类扫描，我们已经知道，人类文明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与规律，决定的因素无数多，但主要的因素其实都与皇帝与社会制度关系并不大。最直观的因素是地缘地理板块，然后是传统文化，再次才是制度问题。从现实看，全球人口总数大约为 75.3 亿，根据德国安联保险公布的全球财富报告，全球中产阶级已经达到了1/7。只要今天全球超过1/7的人口生活在民主制之下，就是合理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大约5.5亿，占人口的40%。假如中国的中产阶级达到8亿，那么中国社会成为一个西式民主社会，一点也不让人惊异。在此之前，只能维持适配的中式民主集中制。文明学认为，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真的不必作为一种信仰来追求。人类应该追求的是幸福与文明。一份近年来的民主指数评比中，前19名的完全民主国家全部集中在白人殖民者手中，尤其是以西北欧最为集中，所以可见殖民红利或曰物质经济水平与民主之间的紧密关系。而今天最独裁的国家都集中在非洲与资源匮乏的沙漠国家，他们也是世界上经济最困难国家。这些现象和规律说明，至今整体上人类政治文明与地理地缘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但是有关民主宽松社会的形成还有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国土面积的大小、当时的外部环境、相关文化传统、一定的民族性格、转型的顺利与否等，这些都会直接导向政治的表现，非常复杂。东欧出身的哈耶克之类的理论是否可以直接适应于东亚，存在很大的问题。并且哈耶克实际上对于民主的评价并不高，比如他从来不认为民主是现代社会的最高目的，因而他明确反对把民主奉为神灵，他重视的其实是自由。从这个角度，文明学其实比较赞同哈耶克的一些倾向，提倡放弃民主指标，追求自由目标。在古希腊时代，尽管雅典实行民主制，但当时的哲学家们甚至是反对民主制的。在近代之前，很少人真正赞扬过民主制，尤其是发展到20世纪前后的民主崇拜，其畸形与愚昧令人瞠目结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这要从美苏争霸说起。美国作为一个隐蔽的殖民主体，
是无法容忍任何周边大国存在的。苏联在建国初期，美国已组织加入了意在粉碎苏联的战争。当时的威尔逊总统已经明确地质疑苏联的存在，他的目的之一据说是反对暴力革命。那么美国独立战争算不算暴力革命呢？所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众总是会自觉挑选或呈现它最适合的组织或制度形式，因为这符合低损耗的经济原则，这是自然规律，也是人性的反应。只有近现代人才野心勃勃地人为操纵制度，制定制度，崇拜制度，然后造成一系列的社会灾难。主要原因是他们尚不知道人类文明宏观发展的规律与属性。另外，那也是启蒙运动在揭露与抵制基督教过程中对于上帝的蔑视之后，对于人类急于替代上帝的一种过度自信。自信人类可以能动地改变一切，人定胜天，这就是制度决定论的根源。今天的左右派当中都有这种思维。有关民主的认识肯定存在着许多误区，比如把民主误解为自由就是其中之一。无论是古希腊民主还是美国的民主，都说明民主本身不仅不支持自由，甚至是排斥自由的。起码民主制度并不天然地支持自由与平等，这是非常明显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肯定，民主就是一个西方文化传统。无论民主有多少的美妙优越，世界其他地方很难实践这种传统，不应该是一种邪恶罪行。经济学人在2019年对167个国家的评估里，从约旦到朝鲜的53名国家被视为专制政权，除了东欧以及中美洲的古巴、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外，全部是亚洲与非洲国家，一个西北欧国家也没有。得分最高的完全民主国家里，一个亚洲国家也没有，其中的新西兰与澳大利亚是印欧人国家，乌拉圭同样是 90% 以上的印欧白人，并且那是个非常小的国家。唯一的一个非洲国家是毛里求斯，他们的主要民族是印巴移民，这里被荷兰、法国与英国相继争夺殖民，人口只有100多万，还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民主国家不仅地缘分布明显，而且与印欧人以及富裕程度和小人口都有正相关。假如强制以一种西方传统去要求全世界进行以民主指数邪恶排序，这是西方霸权，这不公平而且荒谬。自19世纪以来，甚至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有一套偏重意识形态的评估系统在指导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至20世纪意识形态激战波及到东亚地区，通过百年来的验证，目前看这套系统有着严重的问题。所以整个文明学都是对21世纪之前人类文明发展理论体系的反思与调整。其实人类社会是否邪恶根本不分制度，单分时代，这有充分的科学根据。故而宏观文明学更坚持划分文明时代的意义，而不是崇拜制度。任何制度都必须首先服从于时代，也就是文明。所以很多时候，当你谴责一种邪恶现象时，到底它是真正属于制度，还是属于时代性和文明程度，或者是人性、传统或经济物质条件，是需要仔细划分的。20世纪的中国人把一切都推到制度上去，形成了制度万能思维，却忽视了对文明的分析，所以这套理论不断从失败走向失败。由于地球陆地分布的随意与不规整，人类在其上所形成的每个国家地理地缘与历史文化千差万别，国家如何调整自己发展文明，今天看表面上的制度之争，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落后国家的发展自主权问题。
一旦这个问题不能很好解决，那么将成为老牌殖民帝国隐蔽的继续奴役落后国家的借口。那国家适配的民主制，由于长期荒谬地占据道德高地，对于本来就脆弱落后的一些弱小国家，不看实际情况强行推广，可能雪上加霜，甚至成为社会动荡之源，从而成为发展的极大障碍。我为你好的潜台词，实际上可能是我对你有控制权。文明学尊重自然界的差异化，也更注重制度的因地制宜和实事求是。总体，这是因为文明学的文明观与旧的文明观完全不同造成的分歧，其方法论与价值观完全不同。强调人类社会自然发展属性的文明学，在宏观框架下更容易发现以往传统文明观的一些问题。陈旧的价值启示链上，最落后的国家长期被认为是最邪恶人群，那些因为环境落后的国家与人民无端受到先进国家的鄙视，甚至遭到无辜打击与制裁，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灾难。这不公平也不理性，所以这就是一种愚昧与反科学的霸道行为。按照之前的传统文明观，一切都是简单的直线相比，谁先进谁道德，是一种简单的出身论。但文明学区分不同国家所在的时代，并发现包括文明传播发展在内的一系列规律，更加合理公平地评价美帝的制度与人群，最重要的是给全球落后国家地区的发展指出一条更理性科学的发展道路，给世界一个更加科学合理与公平的发展环境。大洋洲的主要代表为澳大利亚、新西兰与斐济等。大洋洲与中国共属于太平洋西岸，这个板块从20世纪末期因为欧洲殖民的文明传播而开始逐渐崛起，其中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两国最为显著。大洋洲的崛起意味着太平洋文明交流圈的正式确立。 Australia 一词原意为南方大陆，欧洲人在17世纪初发现了这块大陆时，误以为是一块直通南极的陆地，故取名 Australia。 新西兰的名称则来自第一批殖民者荷兰人，新西兰是荷兰语，如同其他殖民后的地名一样，前面被冠以新，表示另外一个地方的故乡命名，比如美国的 New York 是纪念英国的情怀。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有原土著民，但他们的土著间差别极大。新西兰土著更接近今天的东亚越人，主体为欧裔类型父系染色体携带者，他们是新石器时代逐渐南下的一个分支。公元925年，一些小岛的居民进入过新西兰北岛，在12世纪有第一批居民定居在这里，更多的人在随后两个世纪进入新西兰。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到达新西兰的时间一般是800年前，故而他们有一定的文明水准，可以与白人殖民者斗智斗勇，因而他们与大约60000年前进入澳大利亚的土著命运完全不同，也与美洲土著的命运不同。不同层级的文明底蕴被殖民的程度与方式方法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一些文明古国的一个幸运，因为文明底蕴还是会发挥很大作用。澳大利亚土著的命运与北美印第安人差不多，几乎全部被残酷征服。澳洲与美洲土著的命运可以证明，所谓智商云云，不过是文明发展的结果。智商就是文明的显性值，越积累，越先进，越现代，
就比古代和落后地区的人越聪明。另外，大洋洲土著的发展状态也充分体现了这样一个文明规律：有交流就有发展，无交流就停滞不前。还有，越早分离出去的越原始落后，越晚离开文明地区者越先进。这个规则可能方便解释南北美洲的不同殖民时间。拉丁美洲的殖民早于北美，原始时期交流主要依靠自然的地缘地理。澳大利亚土著由于孤悬海外隔绝了几万年，最后与白人殖民者相见时，他们还是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新西兰毛利人则一直停留在新石器时代。17世纪初，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先后抵达大洋洲，但1770年澳大利亚彻底被殖民新贵英国霸占，以后那里主要被当作英国的罪犯流放地使用，多达十几万的英国重犯被流放在这里，最终这里却成为世界上最文明发达国家。看来犯罪没有遗传基因，文明或经济发达可以纠正人性。1931年殖民大潮退去时，澳大利亚成为独立国家。今天的强权都是殖民运动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人类文明的主流不会真正谴责反思殖民运动，他们只是表面上停止了旧式殖民运动而已。从这个角度而言，日益受到关注和批评的政治正确还是有很大的存在价值。他们如同曾经的共产主义一样，为弱小者站台，不过他们似乎一般不为落伍者站台。文明学经过辨析落后的成因后，却格外宽容落后者。一切文明人都应该同情落后弱小者，抑制强大霸权。早在1901年，澳大利亚就实行了与英国一样的议会制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情况大同小异，他们都以英国移民最多，大约 70% 的人口是欧洲人，所以新西兰与澳洲都是典型的西方国家。正如从西方回到中东的以色列一个道理，澳洲白人成分更高。夸张地说，这里基本上是个南半球的英国或者南半球的美国。人口决定了这里的文化文明属于西方国家，所以他们的各方面现代化文明指数都接近西方阵营。看来除了气候与地缘环境因素，人口的素质对一个地区起着关键作用。今天这两个位于南半球的西方国家政治安定，国土广大，矿产丰富，农牧业发达，政治制度先进，教育体制也照搬成熟。在20世纪即双双跻身全球最发达国家之列，但他们的经济，一个是靠矿业，一个是靠农业，类型不同。假如与拉丁美洲相比，他们现在完全不在一个文明水平级，主要分别有两项：人口组成与地缘。从市场地缘角度，大洋洲优于南美。世界上一半的人口集中于东经70度到150度之间，其中大半又集中于澳洲同经度的亚洲地区。这一区域所构成的人口纵深不仅是澳大利亚的制胜法宝，而且是东亚即将整体崛起的基础。但大洋洲的巧妙之处却是人口的负担是他国的，自己只是享受这个人口纵深，但南美洲就完全没有这个便利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另外优势是人口与资源比值非常高，即人口小而资源充分，他们资源比值在全球名列前茅。澳大利亚被称作是坐在矿山上的国家，铝土资源全球第一，其他工业用矿产也很丰富，比如铁矿与天然气等，
同时这里的农业资源也非常优越，小麦与畜牧业发达，是著名的出口国。最终这里工业化之后，财富自由使所有的罪犯后裔都成长为稀世绅士，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的古言，仓廪实而知廉耻。曾经有人对不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价值进行排序，南非排名第一，俄罗斯占世界第二位，澳大利亚居第三位，然后是加拿大、巴西、中国、智利、美国、乌克兰、秘鲁。但由于地理位置、开采能力以及人口平均，很明显中国以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比较，将会是一个实际上的人均资源贫瘠国，并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也会面临资源不足的问题。所以如何控制人口将是中国未来的长期问题。澳大利亚的人口密度仅为 3.3 每平方公里，而中国为143。中国是超高密度国家，澳大利亚是超低密度国家。现代化的成功与否与资源以及人口密度都有关。新西兰国土面积相当于中国一个大省或更大一些。新西兰的总人口大约400万，如中国一个中等城市，而其中大约1/3集中于最大城市奥克兰，所以新西兰人均资源之丰厚显而易见。对于很多追求人口市场规模的人，新西兰这样的人口小国看了就当明白，追求人口大国属于饮鸩止渴。提升400万人的生活与提升14亿人的生活难度天差地别，那些既落后又人口庞大的国家需要极其警惕人口政策的盲目扩张。不过人口当然不是文明程度的决定性因素，比如中国的邻国蒙古国人口密度就比新西兰低得多，但却依然落后，各方面指数他们都比中国还落后。所以人口密度也只是影响文明发展的一个方面。王在中国是一个特殊词汇，它本是个古字，最初指多或最大的海域或水域，如洋洋大观、热情洋溢。到近代，由于西方殖民国家都是越洋而来的白人，所以洋开始转变为特指与西方白人有关的词汇，如洋人、洋车、洋房、洋布、洋油等。由于自清朝遭遇大规模西方殖民以来，中国明显落后于西方，故而洋还转变为先进现代的意思，如洋气、洋学生、洋文等，洋成为一个褒义词。后来由于日本进入现代化，并且日本人也是越海而来，所以日本逐渐也被称为东洋人。相对于欧洲与北美为主的西洋，但俄罗斯似乎不太被称呼为洋人，盖因两地相通不经海，尤其是苏联人肯定不属于洋人范畴，所以洋人在中国约定俗成特指那些发达国家的西方人。在工业化之前的民国，中国的一切工业产品几乎都来自西方发明，故而有洋铁钉、洋椅子、洋枪、洋炮等。洋的相对词汇是土，褒贬自明。这些文化现象无情地暗示着中西方文明的高下。细究起来，中国人话语里那种有别于中国本土的洋的真实含义可能出现得非常早。换句话说，西方的洋气或现代化的根源或许应该追踪到狭义欧洲文明的起源时期，那就是古希腊还有古罗马。在这些早期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发展出一种具有明显海洋特色的城市文化，它不是简单的以一种政治制度或工业化就可以产生的文明气质。当很多人疑惑
工业化或现代文明会不会在东亚独立诞生，或质问日韩等东亚国家也属于发达国家，但他们与西方人文明的差别在哪里时，这些答案恐怕都可以从洋这个词汇的溯源中得到启发。古希腊与中国三代时期可能已经奠定明显的中西方的文化差异，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个差异就已经出现了。任何客观的人都可以在彼时的文物考古遗存上区分出土洋之别。东亚的出土文物多数沉闷压抑而土气，包括人物造型也是如此。相对的，古希腊黑陶杯与刻画陶罐，尤其是金属制品，妖娆自由，开放灵动，充满了穿越时空的现代感。在大约4000年前，环绕提洛岛的基克拉迪群岛上的简朴女神像竟然已有一种现代简约感。大约2400年前的维纳斯女神雕像即便出现在19世纪的中国，也不会被封闭沉闷的东亚人接纳，因为它太开放了。古希腊的建筑与舞台艺术在2000年后出现在中国也不会显得落伍。同样洋气的还有灿若星空的古希腊哲人团队，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泰勒斯、狄欧根尼，是他们开创了至今的哲学与科学思想。从克里特王宫壁画上的少年，到庞佩城火山灰下的马赛克地板，洋气的生活方式也一直延伸到我们今天的现代生活。在古希腊的极光片语中，我们很容易找到现代化的精神与气质源泉，这种代表了开放与理性并存的浪漫精神，自古在其他地方都是欠缺的，所以这是一种特殊地理环境下的传统精神，它是一种来自不羁海洋文化的精神结晶。相对的，农业与游牧社会混合的东亚地区自古可能就与这种精神格格不入，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继承了希腊文化的罗马帝国使这种洋气精神得以发扬光大，进入梵蒂冈时代，这种原始的浪漫精神在庄严宗教的束缚下开始转向一种压抑的圣洁，给这种洋气注入了新的内涵。之后的文艺复兴的弄潮儿们以一种异样的天才疏解了洋气的绷带，继续深化着洋气的内涵。达芬奇的传奇与莎士比亚的才华照亮了西方近代的前夜，科学与艺术在中世纪再次搭建了通往现代浪漫的阶梯。黑夜里在大西洋驾着小船的哥伦布也比浩浩荡荡的郑和队伍更有现代的不羁开拓意义。西方人发现新大陆并非是一个偶然，一种只有在西方才能看到的开放、冒险、艺术、科学、浪漫的精神，其实都是一种西方传统，一种西方核心价值观。这种深厚的西方沉淀借由工业化的淬炼，最终化身为现代化文明，亮丽出现在近代人类社会。由于文明的重要指标是美学，西方世界在近3000年引领世界，或曰西方近3000年也以艺术引领着全球的发展，最终在戏剧、音乐、建筑、雕塑与舞蹈等全方位碾压全世界。反过来说明了自爱琴海时期西方文明即超越其他地区，西方文明是连贯的，并不是近代的突然发生。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尽管也有些许贡献，但最主要的引领者还是西方，这经常也包括地中海东部沿岸。
从艺术审美角度，现代的洋气之都在19世纪转移到了西欧，比如伦敦、巴黎。再后来20世纪的纽约与东京相继开始洋气起来。今天的洋气正在试图从东亚大陆登岸。日本之所以可以跃升为洋，实际上是从工业革命发轫就开始的。后来韩国、新加坡与台湾也进入到过发达文明水平，但却从来与洋无关，所以洋是一种文明现象级的美誉。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是洋传统的一种突变和发扬光大，多数其他地方的现代化可能只是一种僵化的复制与皮毛学习，那种沉淀了几千年的洋文化其实短期是学不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实现表面的现代化，日本就是个典型。在这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日本其实本来就是个四面环洋的岛国，所以东洋与西洋有某种容易损接的统一性。接下来我们或许就不奇怪为何中国的现代化或者中国的洋气为何是从太平洋沿岸东部开始的了。从这里我们是不是突然感悟到，西方现代化其实就是一种海洋文化的滥觞？那些没有海洋文化传统的国家为何难以实现现代化，似乎有了一种心结。